用 vivo X9 看林子大了，看得美，拍照更美。山下白素贞，洞中。祥子，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知道从咱们租的房子到咖啡馆需要走多少步吗？谁没事拿步量啊？一脚油的事儿啊！我今儿就是没事拿步量了一下，一共需要2721步呢。哦，那我可能也就1000多步。你是不是闲的？没事量它干嘛呀？我就是想告诉你啊。啊，你今儿出门怎么没带我呀？你是人吗，孙子？我刷个牙你就跑了。哎呦，你瞧你，才一天嘛，就没拉你，你就矫情成这样。这以前你跟家住的时候，不天天坐地铁吗？也没见你抱怨过呀。这一会儿高碑店，一会儿苹果园，一会儿四惠东，一会儿五棵松的。我说那要饭的呀是怎么着？我老跟1号线转悠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前两天我哥们告诉我呀，这拉专车能认识不少女孩。我赶紧就下了一个。哎，别说，还真。当然我不是为了女孩啊，我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吗？那个上班之前早点出来拉几趟活赚赚外快。真拉上车了，对得起你这名字骆驼祥子。行行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今儿早上起来我拉了一姑娘，现在正聊着呢，晚上没准还接她下班呢。那您那意思，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是得2721回去啊？我是年轻人嘛，多运动运动是有好处的啊，饭后百步走能活99000啊。我是龟。嘿，祥子，今儿下班这么早？不是我下班了，是那姑娘下班了。我这不又来活了吗？你说是你，你是不是真拿自己当老司机了？你是咖啡师。我说你。你就替我盯一会儿，一会儿，成。你跟张总说了吗？我哪敢说呀，我躲还来不及呢。我就走1个小时，啊，也成啊。我都替接下来1个小时即将到咱们咖啡馆用餐的顾客们感到兴奋，因为他们终于能够品尝到正宗美味的咖啡了。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，郭德林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徒了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没完全得到我真传呢，知道吗？柠檬的咖啡你会做吗？真是的，用张总的话说啊，不得嘚瑟。哟，祥子，下班够早的呀。哎，汤哥，回家是最好的旅行。哎呦，汤哥，哪天我必须带你上这机场书店，咱们好好的开个眼啊。哎，哥，哎，这咖啡怎么办？你就找他，看那儿，那儿他。哦，今儿他是咖啡师啊。哦，嘿，大林，恭喜啊，哥，终于当上正经的咖啡师了。世间自有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。哎，汤哥啊，你这个鸡汤水平有所下降啊，现在都拿歌词来凑数了。
我这回来是有很重要的事跟你们说。我们这儿糕点打折还没开始呢，九点半以后。不是打折的事儿，嗯，就在咱们这商务区那边D座又开了一咖啡馆，叫孔雀咖啡馆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都有啊！人家叫百鸟朝凤，跟我们也没关系啊。侄儿，你别这么说话，人汤哥是好心嘛，帮咱刺探敌情去了。哦，不过咱们这办公区啊，分 A、B、C、D， 我们就负责 A、B， 主打的是 IT 宅男 ，C、D 呢就是让给他们了。反正我们这雷蒙德呀，通吃。嗯，你看我说的就是这雷蒙德。啊，人家那咖啡馆也有一种咖啡叫雷蒙德。哟，不可能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就这样的事？哎，这不抄袭吗？这不是？我看我看，你看，还真叫雷蒙德啊。那也不是这味儿一样不一样啊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人家雷蒙德，我一天送了二十多杯了。怪不得最近在这个 APP 上点单雷蒙德的这个概率确实小了很多，都是堂吃和外送。对呀，人家那边搞活动还有优惠，可不都去那儿了吗？可是这个雷蒙德连大连都不会啊。对呀。我跟祥子这么铁，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，可是祥子每回都是自己敲不敲着鼓呢。你们说会不会是祥子的师兄弟儿？又研究又研究。没研究哥，什么师兄弟儿？祥子师兄弟儿。当初祥子来咱这咖啡馆拿的这首咖啡入的股，现在这首咖啡要被别人学会了，有开董事会的时候得宣布一下，股权减半。你要撤祥的股，那哥，你这个质量极次的杯子又掉把又断茬的，是不是已经无声的宣告撤股了？你就跟我能耐大，烙饼卷手指头，自己咬自己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栾哥，大林都不是那个意思，他的意思啊是咱们现在大敌当前，要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。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告诉张总，我亲自出马来个单刀会，上他们店里尝尝那咖啡跟咱们这店是不是一个味儿。哥，你少来吧你！那高老板做那感冒偏方，你都尝不出个好赖来，你还上人那儿尝咖啡去？你有味觉吗？肯定是有啊！咱们店咖啡，好的、坏的、过期的、没过期的、加糖的、没加糖的、有喷嚏的、没喷嚏的，我都喝过。我到那儿一喝，跟咱店只要是重样，我就找他们经理说的说的。哎，哥，这可不对啊！咱们是有雷蒙德，他们学咱，可是咱也没上专利呀。对啊，再一个，我也不相信这能一模一样。实话实讲啊、嗯、我呀偷偷看过祥子做这雷蒙德，我也自己试过，可是每回做出来吧，他确实他差点意思，不是一味儿。我还真不信他们那儿山寨就能山寨出个雷蒙德来。不是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听我的啊，就是嗯，你拿出手机来，用 APP 点他们那儿一份外卖的雷蒙德咖啡，然后我让汤哥送到这儿来。哎，到这儿尝尝跟咱这是不是一个味儿。行了，换回来吧。啊，你穿我这衣服怎么那么大呀、啊？跟小袍子似的。打去了，你管着。哟，张总，我这不，我这不是发扬风格吗？我让大林当我咖啡师，找找感觉，我微服私访一下，尝尝他手艺，然后一会儿我给他说说哪儿。我搁这嘎达盯你多长时间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家伙不到一分钟工夫，噌一下就窜进来了。干啥呀？数驴皮影去啊？啊，说吧，干啥去了啊？都出去多长时间了？没多长时间，我那车没油了。我说那个，我加个油，这会儿便宜。说实话，我刚才出去拉专车去了，拉了一活。哎呦，您别生气啊，这没多长时间，我这赶紧回来了嘛。这家伙，我听说。你这成了空头富二代了啊？这就干上兼职了？不是，你这进入角色也太快了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今儿早上起来啊，拉专车拉一女孩，聊得不错。今儿把人家再让我再拉一回。不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你是专车拉活啊，还是专车接客的？都行。我什么啊？这家伙，你这不上班时间搞对象吗？平常上班时间的时候啊，我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拉倒了。这怎么还出外面跑骚去了呢？您小点声，您话说太难听了。我不是跑骚，我也不是搞对象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就现在这个打车软件呀，比
比这交友软件还好使呢，特别容易碰上这个年轻的女孩，并不是我有什么预谋，这他们往我枪口上撞。我把车钥匙给我。啊？我也拉一回专车。不是不是，你给您也别废话啊！跟你说，要不然今天这就是事儿。不给您没用，您那手机没注册呀。那把你手机给我。不是我这手机不能给您，我还跟人聊天呢。你这废什么话呀？那回来给你加满油，快点。不是您这给我加满油，你给我加那95的啊？我给你加1000的。哎呦，你看，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！这不跟你说了，不让你进，不让你进，又进来。这以你的资质，雷蒙德咖啡你还不能学，火候不到，这学了也是走火入魔。你尝尝这个，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喝，尝尝就尝尝。郭德林，你这才入门多长时间就学会偷艺了？这是江湖大忌，知道吗？搁过去你得自废武功，自挖双眼，知道吗？谁偷你艺了？这个是咱们附近新开的那家孔雀咖啡馆，人家的招牌也叫雷蒙德。你要想抠眼珠子，你上那儿抠去。你把那孔雀薅成秃鹫都没人管你。不是他们家做的？哼哼。哎，你也不动脑子想想。这要是我做的，我能告诉你吗？再者说了，是不是你四处留情，把这配方泄露出去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中药，哪有什么配方啊？哎，小伙儿，嗯，也不是啥小伙儿，哎呀，是我叫的车。哎呀，阿姨你挺潮啊！这是我以为一般用手机叫车都小年轻的呢，这咋？大姐，这啥时候放我后面的？这都是你的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咱来首都了嘛，咱也不能给家乡人丢脸，咱也跟上时代的步伐，是不是？哎，小伙子，我听你的口音，你是不是也东北的？啊，我也东北的。那咱俩是老乡啊！哎，看你这打扮，你这车。你这大老板怎么还干这个呢？我这不是来体验生活吗？我这，哎呦，我儿子可不行，混的不如你呢。是、啊。他在北京啊，开了3层楼的澡堂子，哎，也挣不到钱，才买了2套楼房。一会儿你送我到地方的时候啊，你记着点啊，来没事来我家玩儿。那过年的时候，咱们去海南玩，那个。我儿在那儿啊，有套别墅呢，到那儿呀、啊，能吃的住的，能省不少钱呢，是不是？是，大姐，哎呦妈，大姐你是真有劲儿啊、哎，这一堆东西。哎呀，还有件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啊？呀，这事儿忘了，我在电视上学的。干啥呀？把这个呀挎到脖子上。哎呦，这样式的，一会儿就不用系安全带了吗？哎，大姐这可不行，那个，我跟你说。现在的讲究安全出行啊，就是你没有安全的多危险呢，大姐，安全带得系上啊。哦，那行那行，这也不能违反。得了，行，上车上车。好啊。哎，大林，尝尝我新研制的梁山伯咖啡。嘿，一会儿再尝尝这杯啊。嗯，这叫祝英台咖啡，到时候我准备啊一块儿。搭配着当情侣套餐那么卖，哎、啊，再配着点蝴蝶酥，这个叫中西结合。你说你这就一咖啡还起这么多名字？那我先尝尝这梁祝啊，这梁祝完了还有那蝴蝶酥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尝尝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的妈呀！哎，啊，祥子，啊，你做这咖啡的时候有没有从这个同仁堂借鉴点东西？我这中药是怎么着？太对了，这什么味儿啊？不是，不会吧？我按照我这法语书上来的呀，就做点小改动啊。你确定你回国这么些年，这个法语没有生疏吗？这不能够啊，很熟练啊，那就是这书的问题。哦，是不是这书是法国的《本草纲目》啊？对，没听说过。回头我再试试吧啊。可以啊，祥子，再试不要找我，嗯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有嘴，你自己试，别老拿我当小白鼠。不是我，这不怕我当局者迷吗？我怕我先要者死。你想，你就帮帮我，能怎么着啊你？张总，哎，张总，干啥呢都啊？
家伙前面没活是不是啊？我正跟祥子做咖啡呢。哎，上前面干活去。你瞅瞅前面都多少客人了。祥子，你干啥呀？啊，这家伙在咖啡馆就举办什么百家讲坛呢？不是，张总，我这不给咱们店研究新咖啡产品的吗？是吧？啊！哎呀妈呀！嗯，这家伙，你说你还挺有上进心。这不应该的，我尝尝过来。这真不能尝呢，我这还没研制成功呢。啊，也行。哎，祥子啊，那什么，把那车子借我用用呗，钥匙、手机。我，不是您。您还要拉专车去啊？您看，您上回批评完我，我都彻底给戒了。您这瘾又上来了。你看我今儿来多早啊，我一点都没迟到。我的，你不拉了？我不拉了。那你不拉那玩意儿，搁那嘎不浪费了吗？对不对？正好，那正好，你给我赶紧给我完，我从后门走。啊，不是那什么，老规矩啊，油给你加满了。那您，哎呦我，您给您给您，磨叽啥呀？一点不敞亮，孩子。是。老那么跟要上秋名山似的。大林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孔雀咖啡馆啊，只要一有人点这雷蒙德，他们就派人上你们这儿点一杯，然后换成他们的包装给人送过去。这图为什么呀？这不上帝一千自损八百吗？谁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哎。要不咱们去他们店里头，把他们店每个员工的长相都记下来，他们再来咱们店里买咖啡，咱坚决不卖，不就完了吗？犯得上犯不上啊，反正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计策，那咱们就不如将计就计。我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喂，你是？司机，对，就是我。哦，叫车的吧，是吧？来，快点。哎，等会儿。啊，这照片不是你吧？是我。这不一红毛吗？好，掉色了，这两天，掉色，没染。眼睛倒是挺像的，可他没你褶子那么多呀。没，那脸型也不像，你的跟圆乎。你是不是绑票的？哎呀妈呀！这大白天的绑啥票啊？啊，我一弟弟，今天有事儿没来了，我这替他开一天。你弟弟啊？你这岁数了，是你侄子还差不多。你看你这嗑唠碎了。我不做了，我要取消订单。不，你别取消，我这好两句话。别什么别？哎，你看看这都超时了，取消还得扣我5块钱。不是扣。你得赔我，我干啥赔你？我要不然我就投诉你。不是，你看又投诉你，别你好好说不行了吗？给你5块钱行不行？我问你，我没有零钱呢。哎，要加一微信吗？你还想骗我微信啊？我不是骗你微信，我不是微信转账吗？算了，微信转账我不要了。等着投诉吧你。你三句话没说就投诉我，要不就咋着？哎呀，你不懂得欣赏，我跟你说，挺帅小伙，怎么就像他说成那样了？哪有褶子？雷蒙德，好嘞。祥子，嗯，4号桌客人要一杯雷蒙德外带。好嘞。哎，我估计就是他了。汤哥来了，再确认一下。等着啊！我去，这么快！我压根儿就没坐，还是昨儿那梁柱，我掺一块热就端上来了。喝中药也挺好，也能养生，是吧？先生，您好，您的雷蒙德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这北京城转一圈，又回这干啥来了？拉一天哪有小姑子？我他妈想尽忽悠我，看我回不收拾他。
哎呀，谁呀？我你司机，我谁谁谁的。啊，咋是你呢？咋就不能是我呢？啊，喝成这样了你，这家伙你这样就别喝了呗，赶紧给我上车快点。这一天，你说万一让占便宜咋整啊？啊，这不喝正好，一喝就多了。你说你这一天天的，啥呀？忘了啥？你等会儿，这谁车呀？我车偷的啊。偷啥偷啊？这不朝祥子借的车吗？来接你的，今晚你还得给人加满油，回你的。你咋知道我这儿呢？我是谁呀、啊？我能加会算的、啊。我这一掐，你不就搁这儿出来了吗？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。看脑袋。腿啊，别夹住。腿了，哎，跟你说了别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喝酒那店儿离你那儿不远，然后我就想着吧，喝完了呢，我就上你那儿溜达溜达，结果走一半，走不动了。哎，没想到，家伙你还来接我了。我也不能接你呢，我。啊，就给我当司机。这。一直是司机吗？哎呀，我在星湖酒店，我要去广州地铁站。啥女的声？这软件儿。你等会儿。啥软件啊？专车软件啊？不是，你准你看。哦，你这是拿着那祥子的号，完了开着祥子的车，这开专车出来拉活来了。你不是特意来接我的啊？不是，你不是，一样，殊途同归嘛。说啥说？你不是特意来接我，你干啥忽悠我呀？咋的了？店里没生意啊？可能有吧。啥叫可能有吧？你开出来多长时间了？我刚出来一会儿。那店里生意不管呢？不是，我这不接完你就回去吗？咋的了又？刚才好好的。你说。你开专车出来，是不是就为了拉几个漂亮小姑娘？啥小姑娘？你跟我说，啥小姑娘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别动手，你动啥手啊？你别动手，赶紧把安全带系上，快！干啥呀？我绑着咋的？你系上吧，开车不系安全带呀？坐车，快点，贾雅珍，你是不是后颈像长茄子？你有外心吗？啥外心呢？咱俩不早都离了吗？是啊，啊，多亏你提醒，我都忘了，咱俩都离婚了。你说，谢谢。你干啥呀？你又干啥呀你？你别耍啥疯，你赶紧回来，把门关上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喝点酒咋的了这？不说离婚了吗？离婚你不跟我关，干啥呀？喝点酒，你咋这样了你？我就喝酒了，我喝了，咋的？你进门去呗。我一个女的，我大半夜我出来又应酬又喝酒的，我这图啥呀？啊！我不知道辛苦啊，那我都为啥？我为啥呀我？我说咋还哭了呢？我没说啥吗？我没说，你别哭啊！别哭！我错了行不行？错了。哭啥呀？错了，别哭啊！真是，不是以后咱不这么累了行不行？啊，咱不这么累了，咱好好的。你也像白领似的，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，对不对？定个时间，也给自己一个休息。你啥事儿呢？来我咖啡馆，咱聊聊天，对不对？毕竟咖啡馆，还有一半的不也是你的吗？你等会儿，咋就剩一半了？都是你的，行吗？等你。你别哭。我也是你的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。
哎，祥子，你看，孔雀咖啡馆的雷蒙德下架了。嘿，这感情好啊，我还省研究这新品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没见过我之前研究那个雷蒙德的时候那状态，我这头发都快掉没了，真是。哟，拓海回来了，嘿，江总。张总，专车，我以后呢就不再开了。啊，张总啊，您是不是连续两天没什么斩获呀？所以我跟您说了，这专车撩妹呀，还是得分人。有啊，嘿，老多斩获了，小伙子，你不懂。不是，那油给我加满没有啊？哎，汤哥，这回特别得感谢你。还谢谢呢？好，我把这杯雷蒙德送人顾客手里，人喝一口全喷我脸上了，还给我一差评。我干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有过差评，你补偿我。终于当上正经的咖啡师了。世间总有回报。sorry 哎呦，我又起了。二来自最近发财换来一辆车。哎，你这油我加满没有啊？哎，龙哥回去吧。龙哥，我应该说汤哥，我说对不起你。你不是特意来拉我的，你干啥忽悠我呀？咋的？啊，家里生意不干了？不是，行，那我再叫汤哥去取，送到这儿来。太对，到这儿尝尝跟咱们店一样不一样？你怎么那么聪明？